约一下93五行五秀嗨翻天的约，我是本档的见面主播一航。之前喜欢一航的哥哥可以勾一勾右下角直播通知，然后勾了这个直播通知，大家就能收到弹窗来我房间看我跳舞了。手机的哥哥可以点点我名字旁边的黄色爱心关注，名字旁边有一个黄色的爱心的加号。点了爱心的哥哥可以送个么么哒。然后大家这时间可以点点心，我们的心现在有900颗，谢谢颜笑哥点的心。然后大家往再点一点，我们往10000点一点，我们往2000点一点啊，哥们。为什么又这么多人叫我媳妇呢？真的是，哎，我给大家跳第一个舞蹈啊。这时间喜欢一航的哥勾一勾右下角，右下角。然后大家也点一下一麦二麦的关注，我们把直播通知勾一勾，我们马上就60万了，哥们，厉害了！
还有小礼物，谢谢大家点的心。我们有免费星星的哥哥点点爱心。要穿高跟鞋就好了，可是我直播间距离比较短，我穿高跟鞋只有抬脚的时候你们才能看得见，所以就一般情况下不就没有穿。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这段时间欢迎大家来到993，然后今天然后喜欢一行的哥哥可以勾一勾右下角直播通知，然后勾了这个直播通知，大家就能收到弹窗来我房间看我跳舞了。手机的哥哥可以点点我名字旁边的黄色爱心的关注，然后大家点点心，我们把心往2000颗点一点，感谢哥们。哥们把直播通知勾一勾，一会儿回直播间给大家跳开场舞啊，我来跳第二个舞蹈，第二个舞蹈是一个比较活泼的舞蹈，然后刚才那个是一个比较性感，我们下一个跳一个活泼一点的。手机的哥哥点点我名字旁边的黄色爱心，里面有我送你们的么么哒。谢谢严笑哥送来的小天使，么么哒。
感谢我岩笑哥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岩笑哥哥。怎么又是长裤？因为在官方频道只能穿长裤，不能穿短裤，自己直播间可以穿短裤。大家如果想看短裤的话，可以去我直播间看。然后我一般经常穿短裤，但在官方频道我们只能穿长裤啊，哥们，大家理解一下。感谢岩笑哥礼物。大家这个时间喜欢一行的哥哥可以勾一勾右下角直播通知，然后自己的直播间可以穿短裤，自己直播间可以穿短裤。然后大家把直播通知勾一勾，然后一会儿结束轮麦，我就回自己直播间给大家跳开场舞啊。然后手机的哥哥可以点点我名字旁边的黄色爱心，名字旁边有一个黄色的爱心关注，然后大家可以点一点，然后里面我送你们的么么哒。然后哥哥们可以点点心，我们的心已经签我，我们往2000颗点一点，谢谢哥哥们点的心。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舞蹈的时间，然后一行就下去换衣服了。然后我们换衣服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再给大家15分钟之后再来给大家跳第二个麦序，我们跳一下最后一个舞蹈。来吧，哥哥们勾一勾直播通知，辛苦大家，手机的哥点这里。This is another love story. Let's go. Yeah.